装修后多久可以入住？一般来说，新房装修好以后，通风条件好的话，至少也要等2到3个月才可以入住。如果有老人或婴幼儿，最好在半年后入住。因为装修后的房屋含有甲醛等有毒物质，会损害人体健康，容易造成呼吸道疾病、白血病、不孕不育等疾病。新房装修好以后，要把柜子、抽屉、所有的窗户打开，让空气形成对流，加速甲醛的释放。也可以在家里多摆放一些吸收甲醛的植物，如虎尾兰、吊兰以及芦荟等等，还可以放置一些活性炭来吸附甲醛，起到除甲醛的作用。要注意的是，入住前一定要做甲醛检测，达到标准后再入住，以免对身体造成伤害。